新闻继续转镜头，西来嘉义县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的是一张相当有意义的展览，这是嘉义县北回归线太阳馆举办《看见地球的呐喊》，对太空对中全球暖化的影响主题展览。除了讲有卫星邀请影像，以太空的视野来关心地球伫咧受伤了后所发出的呐喊，麦当来参加互动式的游戏，检验家己是毋是合格的地球公民。对，将是活泼又个趣味，登记。对即日起一直到8月31日为止，为期8个月，欢迎家长会当带着小朋友前往参观。开展的典礼17号在太阳馆黄道13星座来举行，邀请到高雄锦飞凤傀儡戏剧团演出着太阳宝宝稻草帽，将传统艺术结合着科学，用趣味的方式，和平将了解到化石燃料的生成和使用。国立动物馆和太阳馆的馆长蔡明特等人也搭着环保动能发电脚踏车，共同以动能转电能的方式，陆续启动着音乐 LED 环绕主题展、巨型海报 logo、风车转动以及着水幕，向前开展成功，带予现场民众无同款的视觉感受。啊，北回国小哈、跟成大哈、地球科学系呢合作向国科会申请。啊，从太空啊啊看这个地球软化的一个影响啊，这个计划非常成功啊。那我们把这个计划分成九大部分，像自身太阳系，就是讲吼在参观的囡仔吼，啊会当你在太阳系里面回头看地球长得什么样子，好像一颗蓝色的小玻璃珠。然后呢，我们会让一些互动活游戏啊，让囡仔自己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合格的地球公民。馆长蔡明特表示，配合着特定主题，展出期间，馆内设置着环保动能发电脚踏车，让民众体验，也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以具体的行动实践着环保，落实正能。在活动收了真侪国小和幼稚学生到场参观。教授刘正谦表示，针对着气候变迁议题，近年来已收集真侪第一手的卫星遥测影像。而卫星遥测科技是人类监控着地球动态系统的好工具之一。在地球的呐喊灯区当中，民众能看到灾害事件、灾前和灾后的卫星影像。新闻科技红志雄向采访报道。